我事儿对于我来说，是我们六个的童年，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我们都能写啊。对，不是这个这个，你在这个，你在这，你在这，反正就看老师要不要就好。毕竟我们从小就一起长大，然后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，然后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很有意思，然后也非常感谢彼此。爱等于有，我等于你，等于我们，就是一体吧。我能让你感受到我，我感受到你，让你去体会你的喜怒哀乐，然后让你也来感受一下我当时最真实的一些东西。